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比较特别啊，是扁康杯中韩围棋友谊赛的一盘对局，是由我们大名鼎鼎的聂卫平九段对阵韩国的徐凤珠九段。对，刘老师，这两个人应该您比较熟悉哈。前一段那个下了一个国际的元老赛啊，我正好碰到徐凤珠。哦，是吧？在韩国下的。那个怎么样下的？最后是输了，但是我觉得后来本来是赢好多，官子的时候是已经好像是那个鸭子煮熟了，但是最后被他飞了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煮熟的鸭子飞了。对，再一个呢，我就是下这种棋啊少。对，他下棋下的特别多，我下的少。对，您这个实战估计好久没下棋了，现在没他下的多。但是这徐凤珠是一个喜欢下棋的人。对，也常常下棋为乐，天天就是喜欢泡在棋的里面的人。他现在他是53年出生的啊，现在都已经60多岁了，66岁了。但是他还经常找年轻的，就是那种新入段的那种棋手拉来被他下棋，一晚上下十几盘。他经常是这样。这个徐凤珠是个真的是他很喜欢下棋，是个为棋而生的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跟聂卫平的棋啊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棋呢是在我们中国下的这个元老赛吧，是吧？他们是4对4的，4对4的。对，啊、中国呢是聂老、马老，还有马晓春，啊、还有就是古力和常浩。那么韩国出的4个人呢是徐凤珠、刘昌赫，好，赵汉成，还有个李昌浩。我们选这盘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是的，好，这个是徐凤珠黑棋。对，是的。对，二连星，对吧？嗯。哎，这样。形容黑棋，他是来了个这个是吧？对，先想这个手脚、对，然后呢，白棋在这儿守一个、这也没什么说。然后33，对，这个徐凤珠点33，这个我的印象很深，因为我跟他在韩国下的时候，他都给我把33几乎都给我点了，我一怒之下我也把他给33也给点了，所有能点的都点了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印象很深刻，因为他也接触这个新的布局，对他们的布局呢。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两位棋手都是60多好几了，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布局跟 AI 的契合率很高。对，他是长这个，然后跳一个，对，这徐凤珠的招法。对，他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你冲了之后断哪个我吃哪个。没错，是的，你敢断哪面都可以断，断了都行，让你选择，这是一招棋，是吧？是的。他这个跳在这里，他是不是飞的，而是跳？那么跳的。压一个，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定式手法，对。黑棋尖一个，对，尖一个好。这棋如果说黑棋长，如果长，那我觉得是倒是白棋有棋下了，它再断，你的就粘里面了，再顶，对，你可能是这样，再爬，对，然后再走这个。这个棋呢，应该说白棋喜欢白的多吧？对，好像觉得白棋还不错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棋它是尖的。尖这个，尖这个小尖，对，你如果这个时候走这个，他可能有打，对对对对对，大概是这样，对，对对对，他在走别的，在不管走什么啊，是，这棋呢，就局部而言呢，如果说下成刚才这个变化，刘老师，稍微跟大家多说两句，你说，这个局部呢，觉得白棋还不错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体的配置呢，黑棋还可以，所以，反正也早得很啊，即使下成这样，定式的一种，对，是的，所以他就想落先手，打冲了一个，打一个，本来是这样的，他不愿意这个冲一下嘛，现在多冲了一个，然后走的这个，这当然是一个聂老的一个布局吧，这也没有什么，这个也很正常吧，对，这也很普通，还早得很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是非常普通的，是的，然后尖冲也是这个最近是流行的啊，是的，流行的，比较普通的。不，反正都大家都老都这么下，就看见星位巧飞就要我也有可能这样，也可能他是尖冲，尖冲一下，尖冲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聂老师走的这个，其实普通是这个吧，普通是这个吧，对，你走这个，这也许这种是现在思维很多，
是吧？点了三是吧？点了三再往哪儿走吧？哈，这很多，这个是比较多。但是他走的这个当然也有，这个我见聂老下过这种棋。我看推荐的招法好像在这边，这是 AI 的啊、哦、，AI 的，这个都比较高深了，这说实话很高深，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掌控的好的，这需要，这说起来就累了，这个很不是一般的话，那不是一般的能下得了的，实战下这儿，他走的这个对，不过我觉得贴一个好像是有被黑棋便宜的，便宜，你觉得这黑的好是吧？我不太喜欢下这个贴，就人家尖冲，如果下你喜欢哪个？你喜欢哪个？如果我下的话，我可能下这一代。哇、那你不就接近 AI 了？我觉得没有没有，那是我跟他学的，在大涨、啊，可以，那你比我的要跟他学的层次要高一些，我可能就大概就比较普通，但是这个呢是比较高深，它是要照控内面，但是这个棋呢很难掌控，像这种布局很难掌控。现在的白黑棋下法很多，它也有压制这个。对，是的，有压的。压大概爬，它个扳，这个呢因为下面有扳嘛，你大概是顶一个吧，虎一个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对，以后什么也是一种选择。但是多种多样的选择就看你自己怎么来运用。这个都无可厚非，都可下。他是选择这个，棋逢中走这个，他贴一个，然后呢，再转身来一个这个，拖一个，拖，对，这也是他的，可能他觉得这样他熟。其实这个回来一个也比较普通，是的，慢慢再来也行。也挺大的，这个是 AI 一直觉得应该这个棋很大要走，对，他走这个，白棋搬，这个都不重要啊，走这个。还是虎，虎的，对，这都不要普通。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回来，还是尖冲，好，尖冲，这是西红柿尖冲，对，他走这个，跳一个，这个比较普通吧？对，是的，比较普通。那现在应该白棋这个时候应该走这个，这步棋很大，非常大，是的，因为走这个之后，这面是主要，那面就让他折腾呗，那面既然你已经尖冲了，你也吃不掉我白棋，然后我反正攻你呢，先缓攻。慢慢来吧。现在你要既然攻不死他，就不要先把大的抢。对，因为这一代的攻击呢，你想吃不掉的话，你这攻成什么样你不知道，这是一个未知。有可能损，对，有可能损。你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。但那边呢，这步棋显然是一步大棋。你要是抽空让黑棋走一个的话，你就觉得这步棋，假如说换成黑的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多大了。这就觉得好大。先大的先抢，是的，大场先行。那面因为还你，除非你把它吃死，是的。但你吃不死嘛，你就那个先慢慢。这你说你走一个，你就把它吃。能把人吃了，那我估计也不太可能。所以呢，先缓一缓，把这个打的先抢，先看白棋怎么走。所以先这样看黑棋怎么。其实你走一个，他黑棋方向啊，他还不知道走什么呢。你走了之后，他还不知道往哪儿走呢。对。所以呢，你既然走的他方向明确了，那赶快活吧。其实，所以呢，这个棋有点早，有点早。对。飞对飞一个。这个棋呢。就那就那个什么了，他小尖了。小尖对，小尖就应该长，单长，对，就应该单长，单长也是，你这样攻呢，可能对他还有一些威胁。对，让他不要借劲儿，不要借力。是，你这个扳好像这聂老师的啊，是我们只说棋啊，这个扳，这样粘呢。那这两个交换其实是对黑棋是有利的，没错，是吧？这两个能交换着了，是黑棋有利的。更何况黑棋还有搬下来的呢，接上。对，还有这样的。他如果说，假如说粘这样，这个还搬一个，你这个就被他欺负了。给他借你的力量来那个活棋，你更加不好。你这个后在这个地方了，没意思。所以不好，这不好，所以说应该单长为好，单长为好。这个棋呢，搬，这个时候也应该粘。那么退了之后啊，这以后还有搬，反正还有别的，不就是这个借力了有点。白棋应该长啊，然后他呢是再跳进来。他
还挺狠的，他还跳一个。我想想往，我以为他是往外靠一个就行了。不，现在你也有各种进，这儿还有头，这儿也有头，你要吃他，你很累啊。他觉得这个吃已经不可能了，那就别走，这还是赶快这个。但是这没人下这么大一步棋，这个那个你吃不掉的就不要。你现在越吃的，他越来劲，对，他就靠，你还吃吧，吃不容易吃。是的，哎。这时候实际上就应该赶快脱弦，脱弦就这面，他老不走。对哈，这着急，怎么都不走啊？对，还不走。跳一个。对。然后尝一个，对对对，这明显就是人家已经扬长而去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别走了，就赶紧把那个抢了。赶快吧，走这个吧，就这个该走。那么大一步棋，那面就是其实都不应该交换，全部不交换就单走。现在交换一堆还是应该回来，那么还是不拉倒，他还是不走。聂老师有鸡飞，这个呢实际上是比较强势，他是觉得就攻你攻，这个攻的你可能啊让你害怕，让你做活，他觉得他下在弄两个眼，光明正大的地方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比较强的。但是呢这个棋他也来狠的了，这个许凤珠可不是一般的，他狠得很，他来断你，实际上呢断你呢他还想什么呢，还想来瞄着攻你呢，他觉得他这块棋啊已经处理得挺好的了，对对对，这回头一般一粘这个子基本上已经逃不掉了，他这里是一只铁眼，那再做第二只眼，对对对，这都回家的路太多了，断呢他可能应该跳一个，跳这个，跳这个，哎，这是本型吧，这是本型，这个是常见吧，尝这个，这个是常见的，是吧，这样进攻那大家跟着走吧，大家往前走，这个倒是白棋也不怕，我觉得应该这么下吧。他是聂老师是单跳，他跳这个，跳这个，他们这面都放着都不走，在那个中间纠缠的太狠，大家纠缠。这着急那么大个大场没人下的，就一直在中间走，纠缠的特别厉害。对，然后白棋顶顶这个呢，那还不是双呢，我觉得，或者这个。哦，也可以，您这个比较狠，这个也可以考虑，也可以，这样这就慢慢大家就走呗，对，是的，他是顶一个，为什么顶一个，为什么不挡上呢，挡上是正常吧，挡上眼位丰富，然后又紧着气，是啊，这个棋最笨的话，这一般一走也是个眼，这儿也已经也铁眼，对，那这边又回家，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挡上是正确吧，挡上应该挡上，挡住挺好，哎，挡上挺好，我看不出来他这个顶有什么好处，哎，对，你挡上是正常的吧，他你看他们就其实这个我就是啊，他们这个就完全又往别的方向发展，这个不好，我就徐凤珠又开始送了，哎，徐凤是个实战家，是的，他喜欢实战，实战家，他这个其实损一把，然后再损一下，其实多了一个扳了嘛，对，这其实又是损的，你损两下实际上是把这个落了个先手，他为了抢这个，对，他把这个打起来，其实抢这个啊不得，没有那个大，不是，他抢完这个之后这没补上，他就应该单粘，现在你怎么连，这连得很辛苦啊，这怎么连，我不管连哪个，这个虎都是先手，怎么连，对，这我也不知道往哪连，连一个吧，那就这个棋你就我这再一次，这有个袜，对啊，我只能顶啊，这个怎么办，不知道是吧，还有这个也可以是不是，哎，这个都是其实是你很辛苦，黑棋很辛苦的，就你看起来他打起来就是他好像是连回去了，但实际上他没连好，很辛苦，我刚才为什么我说难受呢，就是说我不管是虎还是贴，这个白棋这个虎都是先手，对对对对，我这不也冲断了吗，他也得补断，这样一走啊，就已经让他难受了，对，黑棋就很难过，是这个形状就徐凤珠姐经常是这样下完之后问他怎么办，他也不知道，对，有，反正他就那么下，你没办法，但是你经常是抓不住他，就在实战的时候你抓不住他，很厉害，如果你要抓住他那就说明你非常厉害，就应该马上接，对，你如果走这个是个断棋啊，断靠断了啊，断的啊，断了，所以呢这个棋走在这儿，我在他贴一个，我也是这个，不管走什么我这个要点一走是断着的，所以呢你忙活半天没用，所以当时顶的就应该挡，对对，他这个时候就应该粘，
然后呢，聂老师这个时候也是放手了，他没有继续粘，他走什么呢？走了这个吧。嗯。那么就是说，黑棋他要连的话，连在这儿，他这个也也不行啊，这也是这样，这样那这样会好一点，就是差一个眼。也是不是很也不太好，不是不是，这个棋啊还麻烦呢。你看这一贴你麻烦，这个紧着气呢。哦。紧着气很麻烦，很麻烦，你走什么？很麻烦，我不知道做什么，这就很麻烦了，很麻烦。嗯，哎，你看这个，你这样这样，嗯，这样也不太对，不是就不很不对了，这就很不对了。然后再铺一个，铺一个，这就很不对了，挤掉，这个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这不行，这麻烦了，这不行，对，这就麻烦。所以这个棋是一个白黑棋的形状啊，就有缺陷，对，这个要出问题的，弄忙活半天。哎，他走这个，白棋没有继续的来追杀，嗯，他是走了这个中间的棋，是吧？走到这儿吧，走这个，嗯嗯，这个棋呢，当然这个时候是白的还是回来了，不错，对，白棋还不错，白棋不错，对，虽然当初没有抢这个大点，但是呢，下成这样，由于他这么忙活半天没有挡，使得白棋占到主动，嗯嗯，下面呢黑棋继续，但是就是白棋这个时候应该粘。他没有走，嗯，他可能优势这个时候已经可能大手一挥，觉得已经赢了，啊，好的不行了，就不能再好了。这是聂老，我很熟悉他的动作，是的，是的，哎。但是这个棋呢，就是这个时候应该抓紧，哎，抓紧，你要继续再痛打一下才行。没错，他现在刺了一下，哎。其实这个棋，反正我总觉得马上应该走掉。对对对，哎，他老是不走这个，他去走了一个这个，其实本形可能是这样。他走了个这个刺呢，实际上这个刺啊，有可能变成俗手。他走的这个，对，走这个，这个形状看着没怎么着啊，让黑棋这个时候来冲击你一下，嗯，这个让他难受了。我还不如走这儿呢，我觉得。走这儿不是被他压一个，他不舒服吗？哦，哎，他想形状更加好，他想下得更好一点，哎，对，形状更好。实际上你就干脆走得老实一点，这个比较好。但马上呢，他都补。是的。现在走到这样之后啊，当然这个棋也是白的还可以。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动手的话，白棋要真想动手，现在不就可以动手？这他但是中间有可能有些味道，哎，就和刚才这两个不交换就差很多。那是这两个没有的话，这都不要动手，哎，最好最好。你这交换白就已经有变数了，嗯，这已经有变数了。是的。哎，存在很多风险了。嗯嗯。那么他实战走这个，好，黑棋走这儿，哎对，看考验你一下，他走这个好。他觉得你反正也冲不断嘛，你冲。哎，冲断是最傻的，冲断一走，这个死了，这个跑不掉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大家看。但是呢，他有一个什么呢？他是有一个这个，他是贴一个是吧？贴的。他先靠了一下。靠一个啊！你看，这都是徐凤珠喜欢的。先靠一个，都想不出来，这飞完了怎么往这儿靠一个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对，他先试试你的硬手，这是实战白棋长，长一个，这个便宜啊。嗯，下一步啊，他可能有一个这个，他往这儿靠，这个很熟，有一个这个，这个呢，后续手段啊，后续手段。所以大家看他的招，就是感觉好像，哎，他怎么往这儿走一个？对对对，再看看，哎，他挺厉害。再说徐凤珠这种手段呢很多，嗯，然后他贴这个。贴这个倒是好，先冲的，先冲的，冲的，好，冲的。你如果挡，他会就要这么来。对，是的。这一吃呢，这跑了。所以说这个一走呢，你这个粘呢就事过境迁了。当你这个就粘，本来可以先让他难受的地方啊，有可能他缓解了。那走不着了。对他冲，你只能走这个，然后他黑棋拐。再拐。一下转了，你在这个变成个什么了？是个后手有可能。有可能你黑棋本来你当时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，现在就不同了，他现在往那边连回去了，对了，连上了，对，通过这一飞刺，他一个转身，然后呢黑棋白棋，哎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白棋能把这中间吃掉还是不错，也是不错，虽然这个没有更狠的打一下，但是呢这么吃着中间呢，那三颗子变成你的空啊，那觉得这个白棋很好下，嗯，还是可以的。对，是的，嗯，这样应该说还是白的好，嗯，白的好。然后黑棋立了一个，立一个，对，要活。
白棋挡住。挡住，哎。那我觉得白棋这个挡住是不是可以考虑？考虑，比如说，哎，比如加一个，尖一个，对，走在这种。走哪里？这里。哦。也可以。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黑棋，比如说拐。拐它长。好。他在爬，那我就走底下，反正不，你就回来也可以啊，回来可以啊。如果说他，那你先手，那我就先手插一手棋了，对，后面这可以，这挺好，对，这叫先手，插一手棋，逼着他走，哎，对，挺好，是的，这也可以，嗯，这个挺好啊，这个很好。他实战呢是挡了一个，我们看跟实战的区别在哪？他主要被他这一次，对他主要是插了一手棋，跳。人家一活他还得拆回去，聂老就走这个了，那有可能慢，是这个棋也可以考虑再走别的，比如说这个，嗯，或者是这个，或者这个，反正这块棋也不怕死，不吃不死就行，对，这儿是有一颗眼，对吧，然后这下一颗眼我认为没什么，它破不了，嗯，就应该脱先，脱先，况且你这儿还有各种的路都有，是的，哎，你这个不怕，我觉得不怕死。这个好像有点慢了，就觉得对这个慢了，这个缓了，这边这么宽的地方呢还没来得及下的，缓了这个缓了我比如说我这儿挂一挂，然后再把这个挂住，多大呀，这个这是明显的巨大，对啊，特别大，嗯，这个缓了，这个不应该走，这个不应该走，既然你这么就已经把人家中间吃了，这个中间都厚成这样了，既然如此，他只要不死就走别的了，是的，是的，你还期待着攻他这个吗？可能他还想攻这还攻，这现在人家那边是连着，这边还能连回去，这怎么攻啊？这个应该说，这个是缓了一下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棋呢仍然是还可以，还可以是吧？因为这个中间还是挺大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或者聂老。也许他认为早就赢多了，也有可能，也是有可能。碰到聂老，下次问他一下，这棋是不是早就赢多了？对对对，嗯，哎，这个咱要靠一个，然后这个又是徐宗忠，你看都是这种，嗯，全是靠，哎，就是再便宜一下，人家其实有点像下让子棋的感觉，就靠一个让你先考验你一下。他是这样，他如果说你走这个，我是不是还正好搬一下？那都有可能，或者搬这个，搬这个，那也借力，就是借力，哎，先考验你一下。人聂老呢，他是走的这个，他长了一个，长一个，哎，对他不肯那个，小飞一下，小飞一下，对，也行。再挂。可能我总觉得这个大。就是这儿插了一手棋。不，这，哪怕现在也应该这样。哦。觉得这里面有棋啊，是吧？嗯。这个好像挺大的。挂住他。嗯。他走这个当然也行啊。这个，然后呢，他走的这个够狠，夹住他。哎，这徐凤瑞也够狠。嗯，普通这一类的就可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我们就我的啊，就是说，要是我的话，就很有可能往这么下，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先手是吧？嗯，哎，靠了挖针就够了，也可能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吧。我估计您拆到这儿，我还得打进去。哦，这么厉害！刚才您就要下这个，有可能，因为这个棋形呢，就是原来跟中国流有点像嘛，啊，中国流那个结构就是有个打入。对对对，他但是这个先手有可能是不是？会好点。哎，好点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交换一下。哎，对对对，哪怕我就这样笨一点，让你活起来，你也很累，是吧？辛苦一些。哎，会辛苦。那就是说我这样的话，你已经。就算你活了，我也能够，也还能下，也还不错。哎，对，也能下，就是这比较合理啊，我认为啊，这个普通，但是他这个徐凤珠，你看走在这儿，哎，走在这儿，下的真够凶的，够比较凶，哎，真的是。然后呢，这白棋呢，他往这个地方下，是吧？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尖冲一个，他是怕人家这有个冲断吗？聂老啊，啊，他可能你刚才说的是有尖冲断，但是这个冲断有点过分，那至少有个这个，靠一个，有个这个，但是这个我也觉得尖冲靠一个，您现在这个情况下，我大不了我就贴呗，啊，那不是他中间那个什么吗？这个是一种形棋形。那我就正常情况下，我就比如说我就拖了连扳，拖了连扳，对。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呀。目前来说，他有可能，他是不是要给你打下去吗？也是不是有可能吗？哦，就把这个给吃了，就断一下。嗯，是不是要这样？嗯，这样。
不知道这个棋啊，嗯，就有点复杂化啊，嗯，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，嗯，中间的那个什么，嗯，但是这个棋啊，你说的这个是最正常 AI 的，经常是就我哎对，因为那个尖冲啊，是一开始对，就是比如说觉得人家形势挺大的，对对对，有时候会尖冲，嗯。或者说，哎，一开始摆的这个都已经有子了，我都不太明白。这也是一个高者的一种心态。你尖冲了我一下，我不尖冲你一下，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所以我也得尖冲你一下，这个也是一种下法吧？也可以。好吧。或者这个时候啊，其实正常的很多啊，很多下法是尖一个，尖顶再来贴，然后再贴起来，这是 AI 的经常给的指示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白棋要打入，是不是往这儿？要打入，那叫大家哎，对对对对，那就没什么好，那白棋肯定往那儿下了吧？我想这一带反正有这个子了，就嗯，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实战。这棋呢是这样，就是白棋下了这个飞，哦，觉得挺奇怪的这个下法，看着好像有点奇怪，是但是具体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呢？刚才那个变化图呢，黑棋也不一定满意啊，看看它实战会怎么样呢？我们给大家还是留点思考的时间，好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扁康杯，中韩围棋友谊赛，是由中国的聂伟平九段对阵韩国的徐凤珠九段。这两个人呢年龄相近，聂老师是52年出生的，徐凤珠他是53年出生的，只差一岁哈，刘老师。是的，这个棋局啊已经都下到中盘了，中盘这个正在焦灼状态，现在呢，我觉得啊，是聂老师他自己可能感觉是形势大好，其实这个时候白棋还不错，是不错，平心而论不错，但是那个好啊，就是也要很有限，但是要注意，就因为现在这个比较复杂，那么现在呢，在最后一手棋的是尖冲呢，实际上最好的是连扳，对，拖了连扳，这是 AI 经常给的指示啊。但是现在这个棋呢，它是尖冲呢，这是过去也经常的使用的一种高的战术。这个我觉得呢，刘老师他可能是想下成您刚才摆的这个变化，就是尖顶啊，黑棋一贴，那他正好把这个子一加强呢，他可能走到这儿了。他本来就想下那个，估计那直接走不也可以啊？直接就这个直接走都不下是吧？直接走也可以。不下的话，黑棋会靠压过来吗？还是怎么过来？他可能怕这边加厚了之后，这个冲断就有可能成为现实。也可能，但是他这个尖冲是比较高深一点啊。他尖冲完了是什么？他这个棋啊，他是拖断，这是个高级战术，是拖断。这样是有点像让子棋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像试试你，有一种高者的姿态啊。先拖断，这个让你怎么选择？实际上这个时候拖断呢，因为有了尖冲了，那么黑棋的选择可以考虑长一个。哦，这个拖断是单长的，单长就不一样了，有可能局面发生变化了。那单长的话，好像白棋在这儿很难脱手了。这个强手如果一长的话，让白棋啊，其实你有可能，就有被你的这个初衷了。你反而把自己搁进去了，你不知道现在怎么硬了。你走什么？现在你走什么？我挺难的，我觉得。我比如说走这个，他就这个。这个下得走。对，这个你看，这个下法，这个脚上已经吃的大了，巨大，是吧？巨大。这我怎么觉得亏了好多？这就亏了，这中间也有各种毛病。这后面一冲子，这怎么弄啊？不，这里面有毛病啊，这个都不对了。这以后你看这样你怎么办？你得补，然后再回来，那你就亏大了。那我觉得这白棋好像这一下子就不对了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有可能这个有点适得其反。如果它长的话，但长这我实在想不出白棋有什么好的办法。白棋怎么办？就是、所以你最狠的是立那个，立那个，立这个，最狠立这个，那就冲下去。对，这个就不行了，因为什么？你这个现在。这个流就是损棋了，帮别人补棋了，然后你这样他厚了之后，他可能走这个，挂粘，对不对？这挂粘走什么？那我得粘上，粘上，然后搬，
搬这个。我怎么觉得越来越远了？这棋下的这个下法还好吗？这下完好像已经可以差不多了，可以收走了。对，就不见得大好了。对，这个棋呢，就这个有可能就转回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尖冲靠啊，对于这个考验对方的棋力也可以，但是呢，这个跟棋逢猪下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有可能。适得其反，因为当时徐凤珠没有走这么走，他是这样的，他走什么了？就刚才如果说白棋直接拖了连扳，他本来都粘不成这个样子的啊。你要这样，他比如说刚才刘老师摆的那个，对，不管你是接上还是我，反正我当然走不成，我肯定就是不让你走不成这样，我怎么也得让你先断一下。对，你走这个他不是吃，而是走这个了。对啊，如果吃也是亏的，他即使这样他也是顶，也是亏的。不是，也是亏，因为这两个交换是亏的。对啊，因为本来有个扳断，反正无论如何下成这样都是亏的。这个局部况且是这个时候啊，他是肯定是要走这个的，他不会走这个，没错，走这个被你爬回来，即使这样也是亏的。更何况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样他会是这样的棋，这样的棋。对，应该是这样的棋啊。好，我们看那个什么实战啊，这聂老师的一尖冲，他一贴，他靠，然后断。黑棋呢应该长啊，对，黑棋呢这个时候徐凤珠呢也晕了，他是走的这个，他打吃这个棋呢，聂老师特别的立下来好。为什么呢？他你走了这个，我来给你全封上，他来了个这个全部封住。但是这个下法真的成立吗？他也是也是一个办法，也是个办法。好吧，他这个办法是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走了吃这个，好，就像你刚才说的走这个，那就大获全胜啊，那就合适，合适啊，非常合适。那么你不走，我这一天那当然受你受不了，所以呢你要反击。实战它就这样，反击。对，这个棋呢，你只有这个反击，这个是不行的。如果你这样是不行，为什么？这不合适，不合适。这一吃，对吧？接上，然后还挡一下。对，挡一下，对。然后再咕咕咕咕刷下去，刷下去，这个不好。那刷下去，这个黑棋统共吃了十几目棋，不好，对，黑棋不好，吃的太小，都碎了。对，好，那么说你只有一个办法，只有这么反，这也是徐凤珠来的最狠的，打吃，接上，粘住，这个时候，然后他来，这个来那个什么反击了，他走的什么？看看啊。黑棋实战是粘上，粘上，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看他能不能虎。对，如果你虎一个，那么这个的被他便宜了。对，这个是白棋的权利。对，这儿他有个跳啊，不，他还可以什么？先断，先断一下，对，再下然后再打，对，把次序下好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再跳。这个棋黑棋只要你吃不到白棋的话，也是很狼狈。这能冲断吗？冲断，好。冲断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这样下，我只能断这个是吧？断这个，有点断这个合适吗？下不住手吗？不知道，我可能还是断这个。我想想，这个断这个也是可能的。可能还是断这个吧，刘老师。我宁愿让您活了，我还是要外面比较好。断外面好像损失太惨重了一点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好，那么白棋有可能他立了，还说不定立一个是吧？说不定还是立挡下去。对的，可能是这样，这样比较好，是吧？这样好，这样可能是一盘棋，那就还慢慢下，比如说再走一个之类的。这样的话，那脚上你有可能啊，是不是还没有？这先断着一下，差一气是吗？不，这里面你可能还得补，里面有棋。这里面有棋吗？对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对，里面有棋，可能还得补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这个棋跟后面的大同小异。好吧，我们这个里面关键在这个的变化，这个变化特别复杂，但是里面的确是有棋的。现在实战他一打，徐凤珠打完之后粘上了，他是粘住，粘上了。聂老师贴一个走一个，这个棋正确的据说他这个没断着，先断，对，先断很重要。这断一下，后来我发现差一气。正确的办法是先断，是这个交换掉是很重要，然后再挡。因为这个挡是必须的先手，要不然打完一尖，对，你如果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对，不，假如对对，如果这样，对，就尖死了，这个局部是这个应该那个什么啊，大家看一看，这就死了，对，一吃就完了，是吧？对，这个要清楚的，然后所以呢。
单段再吃，然后再跳是最是正确的。正确次序。正确次序。嗯、这个棋呢是白棋，就是这么一转呢，聂老师就下的棋子很漂亮，这个下法很漂亮，很好。嗯。其实这个是白棋的这个漂亮的这个漂亮的棋子是吧？漂亮转身。嗯。下的挺好，那个角弃掉挺好，这弃子是最好的。其实聂老师这也是他的特点，这个在他鼎盛时期这方面他很擅长，擅长的。但是他就这中间差了一个次序啊，哈。这个断没断着很重要。第一，他这个时候没有断，断是应该的，他没有断，下的顺手了，直接挡了，好也没关系。这第一，然后再跳是必然的，是吧？跳是必然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棋徐凤珠是这个。他是来冲一下，是吧？挡住，再来冲，然后黑棋反冲，冲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弃子，变成了弃子。是的，哎，这个呢，你肯定要顺着，不走这个被他冲过来，一走不好。对，走这个，再冲，然后再，他是粘的，他是粘的，粘的可以，粘的和立也都行。对，这都可以。这反正他也不能渡过，渡过被断打也是不行。哎，对对对，被提掉不好。嗯。但是现在下成这样的话就弃子了，看着吃的很大，实际上白棋啊也还行。对，这个时候也还行。但是呢这个没断呢，实际上现在再也没有了，这差一口气断不着了。断不着。但是呢断不着是差不少，但是呢白棋后面还有妙手，不是致命的是吧？就是不是，还有不是致命的，还有补救的可能。现在白棋他现在粘了一个，粘了，你看转了一圈，这时候想起来了。我觉得他粘的实在不是时候，说真的。这个有点晚了。不是时候，真的不是时候。和你看刚才这个在几手时，可能四五十手之前粘是最佳。就早先他这儿没走之前先粘。对对对，这刘老师那个转了一圈了，下了半盘了，然后再粘那就事过境迁了。现在粘，你还让他走这个吗？还让他走这个吗？他建议不可能啊。人这。这儿他走这个挖一个，他下的挺好的，我觉得挖一个或者怎么样，他反正黑棋下法多，不管是挖或者搬或者挖或者走别的，反正都不会去走那儿了。没错，哪怕我走这个或者走什么都不会了，他走这个，他挖了一个，他挖了一个，好，这挖也行啊。他挡，因为挖你吃我这个地方吃完这儿有断，我回来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挖总好，他在挡，这个特别大。黑棋双一个，双一个好。这个棋他得补啊，否则被冲挖断了，补。这样的话是，实际上这个时候黑棋啊，他走什么了？黑棋把这个补了。走这个，对。这个很大。这个补一个，他主要是啊，瞄着他觉得你这儿还有棋。是的，是的。他这个马上要挤断了，所以他得走。他是先手，然后这个是先手，但这个粘上了。他把这个粘是这样这么走啊，实际上这个棋谱上说是他先走了一个这个，先再走了这个，他应该先走这个，然后啊这个地方啊被聂老一随手这一夹，哎呦一下子断送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妙手，这个时候跳这个，单跳，单跳，虽然我这个来不及了，但是有这个妙手一下解了。我刚才看您这个断着了之后，我发现这个局部是这样的，白棋好像有个单跳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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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尖呢？尖我一急打已经进死了。谁死？哦，这也不，谁死吗？我再想想，我是这样的吗？这个好像白棋死了。这个不行啊，那你应该跳这个是吧？你对，跳这个，跳这个，这个你看啊。这个他关键是有一步有这个吃，有这个吃，这是白棋死，这个棋啊，那我看错了，对，不是跳这个，跳这个最好，就单跳，现在跳即可，现在跳，是跳这个的，现在跳就是说一下子就黑棋就麻烦了，你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吗？如果你能救他，就是假如说我挡住，对，假如说我断，这个时候断呢恰到好处。刚刚好是吧，刚刚好，这个时候还来得及。刚刚好，这个时候断让黑棋首尾难顾，不知道他走什么了。你好像没有办法。我这真是好像被断着了。对，
好像横竖都不行，横竖都不行，怎么都不行。你比如说，我打这个，打这个好，我打这个粘上，嗯，然后你走这个，我这就锦旗就行了，是的，就死了，嗯，两头不入，两头不入，这个段正好多一气，对 对, 对。然后呢，你还有别的吗？就其实是一样，你吃走这个之后，你关键是你入不了气。我两头都不入气，都不入，你还在补这个，两头不入。那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只有冲这个，冲这个，然后只有打劫，只有打劫，劈掉。这个劫就黑棋很太重了吧，很麻烦的劫。而且这个等于说白棋本来是死的嘛，就觉得对 对, 对对。然后这边突然出了一个劫，那这个劫就那白棋外面连走两个，他怎么受得了？不，这个劫他很怎么走？他不会走了，他只能这样了。提对，提一个大劫、我打这个提这个劫啊、你如果吃我，你只能粘，然后这被我还能收，是的，是那就差一手棋还多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啊，是，所以这个时候是跳，哎，这个局部挺妙的，刘老师，跳一个是非常好，这个妙、非常妙，哎。这个聂老师，这个读秒的时候可能不是不见得是读秒，他随手了一下，随手了一下，一下子把这个断送了。本来这个跳一下，虽然没有断着了就不用说了，断着就有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断了，一跳你只能，你好像没有别的办法。对，只能挡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冲。那不一回事吗？入不了气。那不一回事吗？打吃这个，你走这个还能断，也没有办法，对呀、入不了气，都没有办法，这都这样，这样是不是会也没有，不会好，这样也不好吗？好不出来，提了你再返回来也没啥用，提了再返回来它是冲了收气，冲了收气就行了，再冲了收气就行了，冲了把这个气收住，收了也不行、这个不行，对啊，好像不行。是吧？是的。你这个棋就是怎么着都不行了。这个棋就是不行的。不是这一跳是个非常的。这一段。这是、是一个名手。跳完了一段，一段这局部非常漂亮哦。跳完一段，这个棋如果这么下，聂老师就把许凤珠可能就拿下了。拿下，而且他们就以4-4主将胜赢了。对对对，而且他怎么着急都没有用了，这凶是怎么办？这要是这样出棋的话，估计这棋翻不回去了。这就漂亮了啊！但实战他夹了一下，被这一立，然后人家一立死了，一下子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挡啊，他进气的时候，你当断的时候。他这个棋不走这儿了，他走这个了，就是这下没走着。对了、这个他再也没有断，他再也不会走这个了。走的这个你一锦旗就死了。对，他会走这个，这个就差出一气，这一气可了不得，这可差飞了。对，但是下到这个时候啊，就是黑白棋应该还是应该走这个，应该走这个，你大概走这个，对，他再断。你只能吃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他应该是紧这个，把外面都收紧。对了，就这两气都是紧的。对，这两个能收到，他提一个，再吃一个也先手。是。而实战呢，这个呢，就差一个，不单是一目的问题，主要厚薄的问题。这边会差很多。对，实战就不一样，实战是这样的气，这样的气。这种细腻的地方是很重要，其实。只能叫一下，可以吃这个。对对对，只能叫一次。对对，只能这样。对。下成这样。对。你只能走掉一个。那就差很多，所以应该煎，还是应该煎，即使这样亏了的也应该煎。实战，我就是走成这样啊。我们看实战，白棋走对，打入。打这个吧。点一个。粘住，他如果说吃小了，比如说像这种地方，黑棋是不是就算了？走这个，走这个，也许或者他拖一个，这样，拖也许啊，他中间的也许有还有别的利用，你比如说啊，他这个他这种不是都先手吗？他可能啊，比如往前进的话，这都是有先手的味道，再压一个都是有，我估计他也可能走这个。飞一个是吧？对，就让我吃的很难受，好像吃不掉。哪怕他飞了搬粘，也 是我是觉得吃小了，他可能就不要了。也是一种下法，是吧？
那这样，就这个。嗯。你如果拐了，他也是粘住。对。这样，所以他要抢这个，是让他走这个，走这个。嗯。然后他粘住。爬回来。对。拐住。这样，这样呢，就已经。已经啊，是一个，就那个是决定性的，这个呢就差一些，可能白棋还有别的下法更好，但是呢就已经差很多了。是的。然后黑棋呢，它是啊，白棋这个尝过一下了，啊，尝过一下，嗯，跟这个交换了一下，实际上就这么下的啊。对，是的。然后黑棋，它是是，它下了这个虎。这棋中珠还要不断的来狠的，他说这个棋有一个冲了打劫。哦，我觉得已经可以了。他想让你补了之后，他要这样，他来得很。太狠了。对他其实这个没必要，嗯，没必要。你其实应该就虎一个算了。对，我也觉得可以了。虎一个算了，哎，没有必要这个。这不是有扳吗？把人家逼到绝境，何必呢？对他下的有点狠。嗯。好，他既然这样，那也是白棋也有机会啊。是的。白棋扳，那你打劫就打吧。其实这个。对，虎一个，嗯，聂老师走的这个，对他拐打，嗯，他如果走这个，他怕什么呢？嗯，怕你贴，可能怕这个这儿有扳，贴过来是吧，哎，有扳，你扳他退到这有断，是，哎，怕这个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棋，白棋拼一下了，拼命走这个了，给他拼一下，嗯，是吧？这个也是可以拼一下吧。怎么不扳断它？这个是不是先手吗？这都先手，一路都先手。对，哎，这个已经没问题了，这拼它了。这个时候再不拼，我觉得已经不太对了。这棋好像可以这样，这还不连扳？这是一个拼命的办法了。是的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时候你打劫就打了，大家就拼了。打劫就跟你打嘛，反正 这不是我劫财一大堆嘛，是吧？是的，这一路都是一大堆，这一尖就是劫财一大堆。对，这个时候这个拼是不是还是个机会？嗯，聂老师这么一走啊，我看好像就已经有点发凉。这好像这差不多了，人家藏在这儿，你已经这个是个要点，完全没有可以拼的地方。可能随手打一下，这个扳是个机会吧？扳是的，是吧？现在你连成一片了，它只不过是有个结，结就打结了，我一大堆结，嗯，这不是都是现成结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哎，这个是个机会，说不定还是个可以占的一个好机会，嗯，或者说聂老还认为自己还想拼一下的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至少是看不清，反正是你看不清，你没有说一个能打垮我的，对对，绝对的手段，对，那么我就可以给你干，打劫就打劫，打就打呗，是吧？而这个，这那就看得太清楚了吧？这就没得战了，是啊，哎，这就不叫战斗，嗯。哎，这个就不叫战斗了，是吧？这个被他一退，这就完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嗯，实战就这么下。白棋虎了一个吧，虎了一个，对。然后呢，黑棋走这个，对，是。他这是不是先冲了一下？冲了一个，对。他虎的时候，黑棋冲了一个，冲了一个，然后再虎这个。他是不是就让了？对，他让了。这个劫，因为现在劫也很大。对呀，啊，这个劫也不能随便跟人家开啊。不，这个劫也是不得了的劫，虽然劫财很多，但是他也总是一手棋了。现在关键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棋了。人家跟你开劫的话，随便外面走两个你也受不了。聂老这个可能他是这个也是亏了一下，他应该尖的话能够多收了一下。嗯嗯，对，实战是聂老虎一个，对，而这扳走这个是吧？对，嗯，弯了一个，弯了一个，他直接做已经做不活了。走这个，打这个劫，他扳了这个，对，然后虎一个，对。然后立一个，立这个，嗯，这个当然是这个，他吃你啊，可能他也不用吃了，嗯，他提打这个劫是吧？对，哎，那又换一个劫打，白棋提了一下，白提啊，他粘住这个劫财，对，然后再提，黑棋可能粘上算了吧，黑棋走什么？他跟他打劫啊？哎，该黑棋了，哦，该黑棋找劫，是吧？黑棋这儿急打了一下，啊，急打，急打这个粘上。击打说不定就给他抓了，也有可能，嗯，抓了再换劫打也行。然后把黑棋，嗯，找这个找应该找这个劫，应该找这个，哎，小劫、嗯，应该找这个劫，找这个劫，便宜好便宜一下，嗯，不单是一目的，他走这个，
走这个是吧？对，然后再提劫，提劫黑棋小尖，这个时候也应该拼命就给他抓了，抓掉那面就再说了，肯定要抓掉。这个怎么也得跟他拼搏一下，对呀，最后找点机会出来。对，我如果说先手攻你一下，把你逼回去的话，这好像还挺难说的。这个死还早着呢，是的。但是聂老爷可能觉得现在形势还行，也许还行啊，或者说他那时候因为这个下的有点他断了一个，也有可能当时有点晕了，对，提掉需要，然后黑棋就粘回去了吧，他就粘回去，这个粘回去太大，白棋做了一个，对，做这个，其实做这个，那这个时候就不对了，这个肯定是不太够了，因为他这个是他的先手，你只能这么做活，没错，这里面就两目棋，对，他应该走掉这棋先手，然后他拆一拆就行了，他把这个立了，他立了。然后白棋跳一个，黑棋一拆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太够了，这个不会死啊，他走什么？他就是长了吗？长一个，他补活吧？是粘上，做活，粘上。白棋靠了一个，再走这个啊，他这个应该先走掉。对，后来还被白棋收着了，这个也没关系了，倒是这已经实战是这样，他把这个收了，这样走，好，这个都走掉，对，然后白棋把这个断了，对，黑棋刺一个，这个不是中间这面定型，对，然后白棋把这个也走了，这样哈，这个没有走，然后他把这个走了，好，这个退一个，白棋长，是，但是这个跟这个形势已经没关系了。这个黑棋已经好很多了，他靠了一个，对啊，这个棋呢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对，他走这样就收官了，后来这个时候输掉有一些小官子，然后后来他断了，直打到这个棋呢就最后像现在这个就已经是盘面。差的很多了，现在是总的来说是聂老的还是好的形势还是没错，主要是刚才刘老师这个跳了一段这精妙的手筋没有下出来，这是非常遗憾的，对，确实这盘棋应该说聂老师前半盘还是下得很漂亮的，对，最后是徐凤珠最后获胜中盘获胜了，是的，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一盘，这个元老的对阵啊，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的地方还是挺多的，比如说白棋刚才这个接住，其实前面接住是一个绝佳的取胜的机会，当时接住的时候黑棋还挺难办的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，再见，好。